做卧底有三大守则：第一，唔可以俾人知道自己嘅身份；第二，唔可以真实参与犯罪活动；第三，唔可以同目标圈子发生感情。你靠到我嚟啊嘛，叫阿爸。呢次系音波炮，系公海啲船攞嚟对付海盗噶。莫同我送死啦！反正要是，也是你先死嘛。有啲嘢。始终都要人去做，真系叫我拣，真系叫我拣，黄泰芬，我只系一个唔称职嘅卧底。你知道我关注你的微博吗？取消。